系等埋只嘢精彩，咁佢就知道入闸咧，咁佢就褪。好啦，再重新嚟过。好啦，日日精彩。好，你亦都顺利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一班千二短途准备。随自己步啦，黄旗已经举起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常锦欣响后边啊，前面快嘅马有黄虾王啦，咁啊出边位置有遨游战士，外边红衣醒神，最出咧仲有一只乡村贵宝啊。第四位另一只灰马啦，就系嗰只日日精彩啦。内栏第五位就美丽满载，暂时殿后咧系嗰只常锦欣嚟噶。过呢个八八啦，前面带头嘅马咧就乡村贵宝啊。咁啊见到第二位就遨游战士啦，守住内栏，第三就黄虾王，第四位红衣醒神，第五位咧就日日精彩啊。第六位尾二位置。美丽满载暂时包尾，仍然系嗰只常锦欣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前面就乡村贵宝啦，外边咧第二位就遨游战士啦，黄虾王第三、第四位红衣醒神啊，内栏第五另一只灰马就日日精彩，就跟住黄虾王嚟跑噶啦。外边位置有美丽满载包尾常锦欣。好啦，直路上面前面咧就乡村贵宝斗紧遨游战士啊，咁啊见到中间一对灰马粉红衫黄虾王，红帽日日精彩，外边红衣醒神都有得冲，出边位置美丽满载最后200米。透出嘅马咧就埋边遨游战士，中间黄虾王日日精彩，外边红衣醒神，最出常锦欣亦都上埋嚟，接近终点都系黄虾王咧，咁啊都有机会赢啊！跑第二名嘅马，外边系咪常锦欣啊？冲得比较劲咧，中间仲有红衣醒神，入边系嗰只遨游战士啊！咁啊，结果就系呢只黄虾王，睇下有冇机会到先啦。外边常锦欣啊，包尾追上嚟，红衣醒神、遨游战士，咁啊两匹马影相争第三。一路黃蝦王 3.5 倍啊，莫雷拉勝出啦。咪跑第二名咧，四號嘅常錦欣啦，潘頓第三、四名好近嘅，二號嘅紅衣醒神啦，睇下會攞第三啊，第四咧就六號嘅遨游戰士，三四名都影相嘅。都係黃蝦王啦，順利啊！你見莫雷拉出咗嚟咧，望下左望下右，啲冇人嘅點解？跑嗰啲一级赛都一二三名翻嚟啦。好，跟住我哋睇下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就系一号嘅黄虾王啊，独人派35.5，位置派12蚊嘅。跑第二名咧就系四号嘅常锦欣啊，位置派11.5啊。跑第三名系二号嘅红衣醒神，位置派50蚊。连人位一搭四派69.5，三重彩一号、四号、二号顺序派635蚊，单天派198蚊，位置 Q 一搭四派22蚊，一搭二派81.5，二搭四派97蚊。跑第四名就系六号嘅遨游战士嘅。好，常锦欣哇，潘顿拍嗰几下边都几型啊，咁啊飙上嚟，咁啊终点前咧跑翻第二，三四名都好近嘅，红衣醒神、田泰安真系同啲马夹喎，咁啊继续保持上名，莫雷拉赢翻场啦，咁啊成第二啊，咁啊三拣一预嘅派彩啦，咁啊胜出嘅系 A 二啊，隔夜半热门嘅派20蚊，佢第二只赛又第二嘅啫啊，咁啊赛啲赢翻场。
都始终级数啊。系啊，咩做顶榜啊？系咯，咩做顶榜都赢。但跑开一级赛嗰啲都啊，一二三名都系。睇下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六号嘅派$467。四重彩啦，一号、四号、二号、六号顺序派$542。哇！常锦欣起步慢一慢嘅，不过就放松一两尾度跑啦，咁啊兜条直路啊，咁效果几好其实啊。如果你跟住真系去杜拜跑直路千二咧，咁啊留住冲个效果，或者都会唔错噶。咁睇下最终成唔成行啦。望虾王今季就第一 win， 一路跑2233啊，咪啲分级赛度。始终都是同争分夺秒、短距离分胜负噶嘛。咁日日精彩唔系话好曳嘅，只不过可能佢仲欠啲时候去到佢哋嗰啲即系层次啦吓。经验啦，系啊。同埋早段都唔系好放松嘅嘛，都喺个马林里边咧内栏喺度困住，一马大步啊，咁啊好似展步唔系好顺。赢翻场一班赛啊！日日精彩，继续一系赢，一系唔上名，即系佢系未试过跑二三。好啦，翻到嚟见到莫雷拉，富列马斯周瑞伦啊，巡逻影片睇翻啦噃，二档。望下王起步咁啊，捉咗两步啦，见下莫雷拉先望左，再望下右边，咁唔怕啦，全部都系啲舅女嚟嘅，出边埋紧嚟，又系嗰啲乡村贵宝入边内栏都系自己马房嘅，魅力满载。咁啊，中档位置遨游战士啦，咁另外红衣醒神就唔够佢哋快啦，留翻住个第四，贴栏第五日日精彩，尾位置魅力满载，包咗尾就常感恩。咪呢场步速咧就唔系好快嘅，咪第二段都慢咗接近七线嘅，咁啊拉文都慢咗超过半秒噶，都属于偏慢步速嘅赛事。咪鄉村貴寶就有條難啦、啊，超輕磅咪就翻嚟都頂唔住，始終都係級數嗰啲分嘢。冇好似遨游戰士都早段又唔知嘅搶難啦、啊，冇落於定喺個第二位，咪冇咗條難打得折扣。咪睇下大熱門啦，其實都沿途跟得順嘅。咪依度望空，都一度以為拍住一隻黃蝦往前衝啦，哦、啊、衝咗一百零左右啦，一唔夠衝咧就咪好似有啲放棄咁。咪拉成連披都保唔住，咪話半輪嗰只。慢咗少少集，咪大只佬冲上嚟都几劲噶，咪佢都蚀咗啲补充形势添。嗱，第四场都福邦完不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派彩一搭四派$22，一搭二派$81.5，二搭四派$97。组合独人三拣一啦，胜出系 A 二啊，隔夜半热门派$20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六号派$467。四重彩一号、四号、二号、六号顺序派$542。马宝派彩啦，头关十号美军一号派$606，头关十号美军四号安慰奖派$137.5。分段时间头段23:79，第二段22:68，末段22:25，总时间1:08:72。